从来没有用，我就不摸你，知道吧？哼，又开始玩你的，挠你的把玩去了，被挠烂烂完了已经。好，定，坐呢。好，坐了啊，我待会奖励你们一下，表示一下，给你们点零食吃，但是你们不欢迎我，我就很生气。为了表达对你们的爱意，我待会给你们点零食吃啊，别怪我不关心你们啊，虽然我离开了这几天，但是我一样关心你们，听到没？干妈，过来，棒棒。哎呀，我去，大爷，好了，长胖了，你看，看看看看看，喵喵喵喵。嗯，好吧，叫一个，大黄叫一个，叫。干嘛叫一个，再叫一个，叫干嘛叫一个。好嘞，好久没摸你们了哈，盘盘你来。嗯，好棒，大娃来摸摸，别动别动，叮啊，摸摸啊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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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咩个咩，你咩个咩，好棒，真舒服，大娃是不是很舒服啊，好开心好开心啊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你要干啥？我不摸你，蹭我也没有用。哼，哇，现在我把你俩混在一块啊，我们批斗一下啊。关于我不在家这段日子里，你们长胖以后，我准备跟你俩减肥。坐了坐了，我准备跟你俩减肥啊。你们听到没有？必须减肥，不能再让老太太不能被胖了，听到没有？嗯，好的，坐了。来握手，干嘛握手，好吧握手，好吧 good 定，好握握下，好吧立，哈哈哈哈，哎呀这这宝宝，我看你这脸的什么，啪啪打不死，我的天哪，打不死我，啪啪完了，死不了了，这里不能死吗？哎，不说了，我伤心了。现在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这个马桶作废了，因为这个空间太小，还有包括后面水流啊不行，所以这马桶啊基本上是白瞎了。所以我这两天把这个顶子还有这个里面的水啊电啊给通上，都是放在放着呢。厂家不告诉怎么安的，现在只能自己摸索。这是我新改的水路，以前没有，打个窟窿钻过来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接马桶和洗手池。